老段不段位的，你都能听懂，他们能听不懂话吗？我都打字打的够明白了，我是守高地，守完高地，我说你们去打大龙，没有一个听的，那就直接去中路送死。这不是说看不懂，这是能看懂，但是觉得吧，哎，我不用看，我凭什么看你的呀？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我这么牛逼这么狠，虽然我4-15，但是我伤害打得高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我觉得能打赢。然后他们就去打去，打完就输了呗，就这么点事儿呗。谢谢悠然小多多。补刀。哎。这行啊。这边塔下我是必杀他的。也不是必杀，刚才能摸着一下就好了。算了，回去吧，他有药，我们没药了。他生了这就杀不了了，他要没生还行。这种兵线他回家他就得亏了。他也不得不跟我打，没办法，兵线进不去。哎，我跟他经验怎么回事呢？是螳螂给分了吗？怎么我杀完他跟他等级一边高呢？分我经验了是吧，小伙子？把这小饼干撇了，不要了。我可去不了。啊，我可去不了，别我去啊，我可去不了。这一波我们去上路还是去下路呢？去上路吧，我看这鳄鱼没有怒气，可以尝试一波强杀，直接往上走的，直接往上走。我跳弹打，直接跟我上来。回血，哎呀，小亏，这剑魔没扛塔，但鳄鱼也亏了啊，鳄鱼比我们亏。
他有骸骨镀层，我早说。为啥帮队友越塔？因为能越呀，但他也不扛啊！他一开始，他链都链歪了，链歪了没办法，早点动手吧。我就我扛也行，我还有闪现。但是鳄鱼肯定是崩了啊！我希望这剑魔能对得起我。都不上，我就瞅着你，我看你怎么死。我要回家了。等一首鳄鱼单杀剑魔，不好意思，没等到剑魔单杀了鳄鱼，没等到啊，还行，剑魔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嗯，我先来起亚马特吧，这推线太慢了。中单猴推线慢，那不行。中单猴必须得推线快一点。塞纳过来了，塞纳过来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在打小龙。我把这玩意儿给杀了。我有啥好怕的？你给我点什么信号？那小驴人又秒不了我，我让他打，他还能打死我呀？我长不长？这破伤害吧。有点无敌了，再守一波。干啥呢呀？为啥是他先 A 出来呀？我一点零攻速，凭啥他先 A 呀？这我不能接受啊。
我感觉应该是小驴人的前摇比较短，那也应该是对儿死，凭什么他比我挨得快？杀呀！那服一啊哥，你闪啥呀？勾啊！啊！先把这福爷哥给我杀了，往前面走啊！这为人居然不义我，我没有想到啊！他凭啥不义我呀？自己拿吧，要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我这下路塔皮都香啊！这里头有眼儿，自己排一下。我就感觉这小驴人好像是要杀螳螂，你知道吗？但他肯定是杀不了，他没有点烟。我这好像你拿吧，我也不要了。非得要给我，你说这也还非得要给我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一些塔可没了啊！不回家的话，一些塔也得没。一些塔没没，人头没了。哎，我怎么还是被瞎当的呢？我也没杀人呢。快过来呀！一些塔没了，少一层镀层啊！我的好兄弟呀、俺老孙可会气不是很亏，不亏，我在塔下杀的亏啥呀？他也不是不值钱，只不过我的一层塔皮没了，死了。没有啊，杀漏了。居然还有沙漏这种东西，这不去了。哎呀，我好想去打个红啊，又没有多少血了。我现在的血量也就一套，我就没了。我得出个吸血啥的，这么的吧。既然对面都在下路，剑魔也无敌了。我们直接中路推掉，把这二塔给他扒了。剑魔搁下路，我们就放心了啊。
再见吧。螳螂怎么死了呢？螳螂别死啊，螳螂死了不上当了吗？太敢追呀、啊、天，他盾弓出来那一瞬间，其实我害怕了一下，其实我抖了一下。中塔千万不能被拆啊！这一波他们是绝对的去上路了，我们赶紧过来支援建模啊！这里是不是有眼儿？我看一下啊。把那鱼杀了，福耶哥好像在右边呢啊！你保我一下子，佛爷哥呢？佛爷哥没来，那我可拆二塔了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把能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帮他建模越那一波塔，那一波鳄鱼可以说是基本上就是GG了，自己肯定是打不回来，没有佛爷哥他肯定是打不回来。我们去找着鳄鱼去，还把 W 给用了，他往上走了怎么办？算了，不追了。Killing spree. Double kill. 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。死了三个，剩个维恩，那可以继续啊。052的维恩敢点我，回家一件装备直接要他的性命。来个收集者，把多兰卖了，那不用，多兰可以加血，这就不够细节，有可能这80点血就可以让我们下波不死，知道吗？有可能这点全能吸血就可以让我们下波活下来。
我们得支援了这边。这条大龙不支援，四打五打输了，那对面就要翻了。到了，只要我到达战场，基本上就完事儿。我把这小鱼杀了。二打三能打不？能打。我要直勾勾的走出去，可能会死。螳螂自己打打小龙，我们来下路带一算了，我直接大清远。左边有点慌啊，我这没办法硬上啊，我硬上我不死了，我送的吗？那咱们肯定不能动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没有人来就慢慢发育呗，反正我发育好我也不急。你看，就像这种塞纳，这就送死，知道吗？这种就可以杀。拿下。